国际短视频中心，占地250亩，是专为微短剧做一站式的这个服务的影视园区，就等于说从制作一站式到直播一体化，所有的团队都可以在我们园区里面去完成。传统影视剧它比较强调这个真实性啊，还原真实性，但是微短剧比较强调这种标签化，比较强调这种色块化，所以在服化道上它其实跟传统影视也会有很大的区别，所以这块我们也是针对这个微短剧做了相应的配套。